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哈，就是你想买肉，就是美式的那种肉，但是 Costco 它的肉吧分量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有的时候有的人他没有 Costco 的卡，你又得找朋友借卡，就很麻烦。那这时候呢想到了 Whole Foods， 对不对？但是 Whole Foods 的肉呢，它的价格又会稍微偏高一点点，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只能找你的好兄弟了，这家店就是你的好选择。他们家主要是肉比较便宜，除了牛肉之外的话呢，像他们家的这些鸡肉啊海鲜也都是可以买的，关键是经常打折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当然吃牛肉必须得来点酒，他们家跟所有的美国超市一样都会有非常多酒的选择，那尤其是这种易拉罐的酒，让你随时随地无时无刻任何时候都能够尽情的畅饮。另外他们家跟所有美式超市一样的，就都会有自己品牌的一些东西，就会更加的便宜一些。然后还有一些 Whole Foods 有的东西这边它也会有，当然还不能少了美国超市必须有的烤鸡，这才是鉴定是不是正宗的美国超市的标准。